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欢迎收看今天的疯狂华尔街的这一档节目啊。今天是9月16号，2015年，我是美国中文投资网的美股技术分析师 Jake。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前方记者 Maggie 的报道。周三美国股市小幅度的高开，上午11点时的道指是发力上探了100点，随后呢是维持一个横盘的走势。那么今天能源股呢是受到油价大幅度攀升的影响，领涨大盘。油价的上涨呢，主要是来自于库存减少的压力。今天美国能源信息署呢是发布报告，显示出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呢是大幅度的下降，降幅呢远超预期。那么受此影响，今天纽约原油期货呢是上涨了5%，报价是每桶47美元；布伦特原油期货呢是上涨了3.5%，报价是每桶49美元。那么为期2天的美联储货币政策会议呢是在今天正式召开了，结果将会于明天下午2点钟公布。那么目前上的市场上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这一理论又卷土重来了，所以今天早上公布的低于预期的8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呢，反而是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盘的上涨。那么在连续2天的大涨之后，中文投资网的基金经理沃尔王先生引用波浪理论表示，标普500呢在1993点这一个点位将会是重要的转折点。目前呢我们已经是非常的接近了。到达该点之后，市场很可能开始反转向下，投资人需要非常的注意。好，那么我们回来，我们看到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市场啊，整体上还是按照我们昨天所预计的那样啊，继续的往上去拉升。各指数呢，均有不错的一个涨幅。那么道指和标普的话呢，它的这个涨幅啊，接近了这个1%。纳斯达克指数呢，涨幅呢只有0.59%。因为我们知道啊，这个标普和道指呢，在之前的走势当中呢，他们依旧是落后于这个纳指的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行情当中呢，该两档指数啊出现了一个补涨的一个行情啊，是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市场怎么走啊？我想这是在座的这个各位投资朋友啊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市场呢再一次的出现拉升，短线上呢局部又出现了这个超买的一个节奏。那么不排除短线上还会看到获利回吐盘的一个出现啊，在一个只要在一个支撑点位上方能获得这个反弹的话，我们仍然是继续的可以往上啊去进行一个操作。那么对于标普指数的这个支撑点啊在哪里呢？我们还是保守的放在这个1985点啊这个点位。那么今天的这个收盘，我们看到了这个标普的收盘点位可以说是站上了1995点啊。那么尾盘呢，整个这个当天的这个行情啊，它是呈现出啊这个拉升的一个节奏啊，收各指数呢均收在了日内的高点处啊。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节奏上来讲的话啊，大家呢如果出现获利回吐的话不要害怕，只要在这个关键的支撑点位上方啊，这个支撑点位呢还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这个1975点。那么短线上由于市场的一些变动的话，那么该点位呢或多或少进行了一个变化，所以说我们在分析行情的时候也要把这个变化啊考虑进去。就像今天在盘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员哈，这个跟我们去进行一个交流啊，就是说哎，这档股票比如说这个 AMBA 这档股票，前几天你分析的这个支撑和阻力啊是这个点位，为什么到今天的时候支撑阻力会变化呢？因为整个这个盘势啊它是在不断的发展的啊。那么如果说这个一档股票它处于上涨的过程当中，你去分析的话，往往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呢比较激进，我们可以去顺应的这个趋势啊，因为我们都是做趋势性的操作的，没有说哪个投资者他喜欢做逆势操作啊，去对自己来进行一个自虐啊。所以说对于这种趋势操作的话，我们去分析的话上涨的话，我们往往呢比较这个激进一点。那么如果说个股下跌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应该是稍微的保守一点啊，这样的。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我给出的各点位和前两天所分析出来的这个点位的话，
它们差别就在于这里。那如果说用，如果一保持一成不变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上周的或者大上周的图形拿过来啊，去对这个个股进行一个分析，这就是不太符合实际的啊。所以说也在这里的话呢，跟我们的这个学员啊，只是说进行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交流，而让他们知道市场在变，技术点位啊也相应的啊在变化。那么对于今天的盘势，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标普啊，它突破了这个1995点，因为这个点位啊我们是一步一步看上来的，之前呢是突破了1972点这个关键的这个点位，然后呢突破这个点位之后，我们就是把这个下一个目标呢放在了这个8月28号和这个8月28号和这个9月9号的那天行情的这个高点处啊，刚好是1995点。那么今天的这个标普的收盘来到了1998点啊，做收啊，说明呢，技术上来看的话，从点位上来看啊，是已经算是突破了啊。今天收盘呢在1995点啊，95.3，日内高点呢达到了1998。那么对于明天的盘势来讲的话，应该是对这个1995点这个突破有效性啊，我们会进行市场会进行一个判断。那么由于短线上还会有一个获利回吐压力的一个出现，所以说不排除明天市场呢还是倾向于稍微的震荡一下啊，然后呢随后呢还是往上去操作。至于短线上到底的调整的幅度到底有多深，那明天早盘呢来关注我个人的一个大盘的一个分析。在这里的话呢，明天会有这个美联储的一个利率的一个决议。那么这个利率的这个决议之前啊，我们之前一直在分析着啊，到底该不该去加息啊，能不能去加息。我个人呢还是我原来的观点啊，目前的市场节奏呢不允许这个美联储在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和节奏上来实施这个加息，那么否则的话呢，对于日后的整个这个盘势啊，将有一个无法逆转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啊。所以说目前来讲的话呢，三大指数从周线图来看的话，他们仍然走的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一个节奏啊，没有出现这个反转。如果说哪一天在节目当中我说了啊，各指数都出现了一个反转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我反复的也提到过了，那个时候的收盘点位和现在收盘点位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应该是出现反转的时候啊，确认反转的时候，这个点位呢要比现在要高。啊，所以说我们操作股票的时候也是要抓住先机。什么是先机？就是说在这档股票或者是一个行情，一个投资标的行情没有出来之前，我们进场啊，来等待它的这个拉升行情出现。那么一旦出现的话，对于我们前期的一个判断可以给予一个肯定。这样的话啊，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时间长了我不相信你赚不到钱，啊，这是市场的一个目前一个走势的一个分析。那么从对于纳斯达克指数来讲的话呢，它走的还是蛮好的。从它的这个月线图的这个节奏上来看的话，操作方向仍然是向上啊，而且呢，本月起始的这个点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支撑点位或者是一个买点。那么整个这个节奏啊，非常有可能继续的恢复上来啊。那么看新高呢，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啊。这是对于纳斯达克指数的一个走势。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三大指数当中呢，我们就已经分析到这里啊。那么大家呢，整体上还是要围绕的科技板块啊，这个纳指呢来进行。这个成分股啊，可以进行一个相应的操作。对于今天这个盘中的话，唯一的有一个亮点就是说，这个贵金属啊，黄金和白银呢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涨幅啊。那么说明呢，短线上仍然有一些这个投资者啊，这个比较保守的啊，希望通过这个黄金和白银呢来进行一个风险上的一个规避啊。那么今天呢，它的这个。这两个投资标的这个反弹的力度啊，
还是蛮大的。短线上的话呢，是收盘的时候处于超买的这个节奏当中。那么我们之前所提到了这个黄金和白银呢，不尽量啊去规避啊。既然今天这张股票动了啊，说明呢它充满了活力啊。那么为什么有的投资朋友说了，那为什么之前在它下跌的时候啊你不去介入呢，或者是你不去分析呢？因为我们做股票的话，往往是趋势啊，做趋势性交易，趋势是你的朋友。那么这一对于一档下跌过程当中的一些个股的话，它是没有支撑的，那你在它下跌过程当中你去介入的话，无非就是一个猜底啊，我们好听的就叫做这个抄底啊，不好听的就叫做一个猜底啊，是猜。所以说对于趋势性操作，你们买入的话往往不可能会买到一个底部。所以说我们会看到一些投资朋友说，在自己一只股票加仓了之后，个股呢还是跌的，那仓位呢还是被处于套牢的，所以说就比较苦恼啊。一解套了以后，一止损以后了，就看到股价上涨了，往往会出现这种类似的一些情况啊，大家可以细细的去体会。所以说当一只股票由原来的这个下跌节奏啊突然之间转为一个上涨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短线上的异动啊，来可以进行一个操作啊，证明说这张股票呢打破了原来的这个运行的一个节奏，那么可以继续的啊，我采取这个介入式的。怎么去介入呢？逢低去介入啊，不是说今天涨起来了收盘的时候你就要去进行一个收盘的时候你去买入啊，这样的话风险还是很大的。在局部调整的时候啊，你可以去介入，拉起来，这是给出一个信号。操作的话，要去找具体的一个点位啊，这是从这个操作策略上来进行的一个讲解。那么所以说，对于黄金和白银的话，短线上今年的行情呢拉升的不错啊，短线有扭转的意思。黄金我们可以继续的关注这个1125点能否被有效的突破啊，一旦有效的突破之后呢，下一个目标点位啊是1160附近啊，大家呢就可以继续往上看了。那不突破这个1125的话，意味着今天的这个行情只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行情啊，强有力的一个拉升以后，短线上出现获利回吐的时候，我们还要看到买方必须要及时的进场啊，继续的往上去推动才可以。好，那么原油啊，原油的这档这个投资标的呢，也是啊，也是按照我们所设想的继续的往上去反弹。我们所关注的目标点位呢，还是啊，这个目前呢，我们下调到这个51.75的这个点位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这个盘势当中呢，我也让我们的学员就关注啊这个一些原油的一些类股，因为早在上周的时候呢，我已经找出了一些原油的一些相关类的一些个股啊。那如果说大家呢在那个时候去介入的话啊，应该是会有所收获的啊。好，那么这是原油的一个走势分析。整体上来讲的话呢，不跌破44美元的话，我们继续的看涨啊。我们看涨的是看什么？翻译过来操作的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现在进场了，止损啊放在44啊就可以。好，那么在对于整个这个盘中的一些个股来讲的话呢，可以说还是令人满意的。之前所提到的一些个股，比如说那个特斯拉啦，今天呢出现了非常好的一个拉升的行情。那么我当初在这个节目当中说了啊，最快一个月啊，给出3个月的时间去看涨特斯拉，目标呢280到300元啊。这样的话呢，这样看的话呢，估计用不了一两周的时间啊，就差不多都能到了。所以说整个这个市场从个股的一些反应上来看的话，仍然给我们透露出市场目前是应该是健康的啊。所以说目前整个这个美联储对于明天的这个会议纪要啊，我们对市场对它的反应来讲的话，也从这两天的行情当中看得出来了，仍然是比较乐观的，继续的往上去
往上去推动。那么明天美联储这个会那个利率出现之后，短线上肯定有一轮异动，说不定这就是为我们投资者提供了这个切入市场的一个机会。那么大家呢在明天的这个盘势当中啊，继续关注我们这个老师的分析，以及我们对一些个股短线上要进行采取买入的一个操作。好，那么感谢大家今天收看的这个疯狂华尔街栏目，我是这个，那么祝大家投资愉快啊，我们明天见。